几个月前的某一天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我打开游戏之后去了一下洗手间。说重点。肖奈，哎，如果一个人很厉害很强大的话，称之为牛，那肖奈绝对是犀牛。你看那个扎马尾的叫贝微微，我们计算机系也是有美女的。计划很好，过满则亏。肖奈大神要回来打篮球赛了，太好了，又可以看到大神打篮球了。肖奈大神，听说大神最近住校了，原来是真的。我真是孤单、寂寞、冷。你竟然也这么花痴？大神，哎，他发布的每个软件我都下了。下次我问一下我的老虎，他愿不愿意？好。你就不能帮我选一件稍微良家妇女一点的？我帮微微搭的，很有眼光吧？有脸配一个。肖师兄，好巧啊！不巧，我在等你。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大才子，人长帅。出身外交官世家，精通各国语言。这个曹峰不会是在追求你吧？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你不试试接触一下，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？我第一次和女孩子相处，常常不知道做什么。至少现在，别人做到的事，我也要做到。革命的萌芽曝光的太早，会被扼杀的。萌芽要光合作用，不见光的。那是豆芽。大神，好冷酷，好无情，好无理取闹。美人师兄，有人夸 K 哦，你怎么这么得意啊？又来了个小白脸，让鬼老我好好尝尝你们的滋味吧。如果微微，你要小心啊，跟我结成小侣。一笑奈何，大神偶像，有钱人呐。芦苇微微，一笑奈何。许下山盟海誓，今日结为侠侣。我在游戏里结了侠侣。你在游戏里结了侠侣？我特别想知道，到底是何方妖孽，居然让你动了凡心。奈何肖奈，这奈何怎么会是肖奈呢？你其实是对我一见钟情吧？如果早知今日，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。兄弟们，脱光有望了。我每天洗澡不都脱光光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性感？我现在发现啊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色狼。但是我觉得程度不够。作为口味专一的非杂食性色狼，不饿才比较可耻。